Tell me where we're going. Tell me where we're flowing. You buy me chain, I come you. I'll tell you where we're going. On Jenga. So to the dawn.今天是来巴厘岛的第一天，然后今天早晨，昨天晚上好晚才过的关，然后三点多才睡，然后现在是早上的七点，然后我们要去吃个早餐，今天有一天的行程。我们现在在逛那个乌布的传统市场，其实就跟国内的小商品市场差不多，然后里面可以杀价，就是东西都很便宜很便宜的那种，然后你就可以跟人家杀价，然后就卖的都是一些裙子啊，然后藤编的包包啊，石雕啊，木雕啊之类的东西。现在是来逛海神庙了，然后这边好不容易有个阴凉，我就拿着把伞放下来给你们拍一下。周边都是像那种小集市一样的，两边都是卖东西的摊子。现在在情人崖，然后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美的，我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景色，巨美。现在呢是来酒店喝下午茶，然后就是喝的这种真的是茶，就是很冰的茶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泳池，然后对面呢就是海，大海。然后我们一会儿可能还有个行程要去，然后我现在准备去海边走一走。然后今天虽然很热，但是呢我的妆好像还没有花，我觉得我真的 get 到了从海边就是怎么让妆不花在很热的情况下的诀窍。现在已经躺在沙滩上面了，然后旁后面就是金黄金灿灿的沙滩。我们在逛他们当地的一个超市，然后买一点水果，还要去买一个泡面。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他们这边有一个当地的有一个泡面，说特别有名，而且巨辣，就是比火鸡面还要辣的那种。
所以我准备今天晚上回去尝试一下，如果好吃的话就分享给你。他们真的很爱喝咖啡，基本上这一片再加上这一片全部都是咖啡、好可爱的牛奶。今天呢是我们在巴厘岛的第三天，然后今天是一会儿要去那个泳池别墅，然后我今天早上有一个拍摄，我要拍一套穿搭，一会儿我去拍完了，我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特别搞笑的小插曲。我今天早上去吃早饭的时候，然后碰到了那个导游大哥，然后导游大哥特别搞笑，他刚开始我想跟他打招呼嘛，然后感觉他就无视我，就那么走过去了，招呼就没有打成。过了会儿之后，我闺蜜就来了，我闺蜜坐在我对面嘛，然后他就跟导游大哥打了招呼，然后导游大哥走过去之后就看着我，然后跟我说，哎，刚才原来是你啊，然后说你咋跟昨天长得不一样了呢。我就瞬间觉得然后就是一个今天早上的小插曲。然后我现在已经化好妆了，化妆之后我今天就准备去拍视频了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到了泳池别墅再给你们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现在呢准备下去要拍穿搭了，然后穿搭的话我会放在另外一个视频里面跟你们一起分享。那么今天呢就主要是拍穿搭，然后我们下午要出去玩，然后你们想看穿搭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其他另外的一个视频。现在呢到了今天要住的这个地方，哇，环境真的是好好，然后就是这整个房间都是那个就是相当于一个独栋嘛，然后这边有泳池，我大家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房间的装修都挺好的，然后就是，但是会有一点不太好的，就是因为这边都是雨林气候嘛，所以就会有各种小动物，刚刚就发现了壁虎，然后昨天在酒店也发现了壁虎，然后也发现了蜘蛛，所以有点怕怕的，但是应该这边的话就习惯就好。今天是打车过来的，打车过来的时候本来说要坐他们这边的蓝鸟嘛，结果酒店前台以为我们听不懂，然后就先给我们叫了一辆他们这边的巴黎，然后那个车就是叫价格要特别贵，我们就说不坐，然后那个司机就给我们比了一个这个，然后我们幸好没有坐，后来就还是叫了他们正规的那个蓝鸟。所以你们出来的话一定要就是做好这个攻略，要不然的话真的很危险很可怕。下午了，我准备一会儿去游游泳，完了晚上去吃个饭之类的。今天一天呢都是在蓝梦岛上，然后刚刚去浮潜完，头发下面都是海，然后海水就是湿的那种，然后我们还去了恶魔的眼泪，
然后在国内就是那种网红打卡的景点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梦幻沙滩，但我觉得这个梦幻沙滩是还蛮一般的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沙滩上面的一个餐厅里在吃饭，然后风景还是蛮好的，就是对着海这样，然后这边都是人，就现在躺在沙发上面。我们一会儿就准备回去了，今天一天的蓝梦岛行程就结束了，一会儿还要去坐船回到巴厘岛。蓝梦岛的海真的是还蛮蓝的，比巴厘岛的要蓝很多，妆已经被海水洗掉了，已经完全没有妆了。我早上起来还化了个精致的妆，然后今天会被晒得特别黑，因为这边大家好像都喜欢骑摩托车，所以带我们玩的那个地接导游也是，他是当地人嘛，然后他也骑的是一个小摩托啊。然后本来想说今天自己骑摩托车，但是我朋友觉得太危险了就没有骑，但是超级超级超级晒。因为晚上要坐飞机，所以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化妆，懒得卸妆了。我戴了个眼镜，换了一身特别舒服的衣服，适合坐飞机的那种。然后我现在打算去我们酒店住的这个那个沙滩上去逛一逛，因为我每天都有行程嘛，所以正儿八经的就是我们自己酒店的那个海滩我还没有去逛过，所以我打算去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我们住的酒店的一个泳池，然后再走过去就是沙滩了。我们现在去沙滩吧，我们就晒了一天，然后就变成了阴阳臂，你们知道吗？就一个手举着伞，然后一个手没有伞，就变成了一个胳膊黑，一个胳膊白。这样过去之后呢，就会直通海滩。今天是我们在巴厘岛的最后一个下午了，我们一会儿去吃个饭，然后先是自由活动时间，准备去超市，然后买他们的泡面和，嗨，就是买他们的泡面和那个带点零食回去，打算出一期泡面，然后给你们带点这边的小东西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路上走着，一会儿去酒店旁边吃饭。今天好热，但今天一天的行程比较浪费，所以就先让自己找点事儿做。其实我觉得跟团游出来挺坑的，就你们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，尽量就是可以自己早点做攻略，然后不要跟团游。像我们跟团游还报的是比较好的这种团，都还觉得有点坑。就最后一天说着是在这边有五个白天嘛，但今天最后一天基本上就浪费掉了。然后如果你不是跟团游的话，就可能你的时间在这边呢会比较宽松，然后玩的呢比较自由，你想去哪个景点都可以这样。所以我觉得有条件的话，大家尽量呢还是自己出来玩吧。